今天是第六天。房间其实真的就是这样，一眼看完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诡异，我留到走的时候我才讲。Me too. Me too. 有没有下雨呢？有一点。毛毛 ，but acceptable。我觉得skydiving 比 paragliding 好。我破才比较贵啦，可是，整体的体验哦，真的是美很多，整个那个心路历程啊，那个整个心情哦的变化很大。我们 paragliding 的运气没有这样好，我们全部 already 准备在上面了，它就开始下雨了哦。不过就是还是可以，它还是可以，就是还是可以做 paragliding， 只是就会有雨水啊，然后会有很多雾这样。所以我们下来的时候，我的整体的体验是没有很好，因为我就一直给水这样撇过来这样。就即使是拿掉雨水那一 part， right， 我还是觉得是 skydiving。虽然 skydiving 后面你也是有 glide 一点点，但是啊对，是有差的。我觉得一个是你从雪山跳下来，就是 paragliding， 然后你看到景色不一样；另外一个是你在雪山跟城市中间这样直线下降，一个是你有了一个弧度这样下降。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二者只可以选一的话，一定是选 skydiving。除了后面那边可以 glide 以外哦，我们的这个 skydiving 还可以坐买直升机，就也是我第一次坐直升机，然后整体的体验是很好的，就是在上面的时候看到的 view 哦是很美，真的是很美，跟你 pre-fall 的时候看到的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，因为你毕竟是坐在直升机上面。如果真的要选的话，一定是 skydiving， 就是这样。拜拜了。现在搭的是这个。其实讲真 ，Google Map 就很有用，因为它其实讲得很清楚，9:34，然后 Platform 2 A， 然后这个是那个 train 的那个号码，所以不一定 SBB Mobile， Google Map 已经很厉害了。OK。群鸟飞在一起，你看，看到吗？怎么那么臭？值得一来。Let's go， 满足，因为也没有怎么下雨，就是刚刚来的时候有点毛毛雨，然后现在就是完全停。所以刚才拍了很多照片，拍了很多 video， 有人还飞了 drone。走路回车站，这里实在是太美了，想要把所有的一切都记录下来。
我是希望可以把它的美记录下来，这个太美了。我用我眼睛记得了。这个还是这个？好像是左边的。右边，我们喝过这个，这样难吗？比较多了，现在。哦，两块多。你懂我们日常是什么？什么？食物。今天 delivery 的是这个 Imi brand 的 Cafe Macchiato。OK。冷死他们了，点。要离开因特拉根。刚刚从鲁德布嫩回来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火车上面找，看还可以去哪里，就是可能一个小时这样可以做的东西，可是都没有，因为有很多地方像哈德库嘛，然后还有 Brand 上面有一个山。都关了，所以我们只可以回来因特拉根随便拍拍照。现在就真的要离开了，去拿我们的行李。下一站是 Grindelwald。One, two, three， 两大一小，要离开 Hotel in the Lagoon 喽。这酒店真的是非常棒，因为它的 bus stop 就在外面。我们从我们的露台那边拍出去哦，就是一个教堂，所以它的整个 location 是非常好的，而且它的早餐很好。我们连续吃三天，我们吃回一样的东西，可是都很好吃。Yep， 离开啦。Let's go。不要讲没有啦，有拍一下你推行李的画面。Thank you so much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准备出发去格林德华。不过格林德华不是演广东话的。格林德华。啊，刘德华。格林德华。刘德华原来每次我这样 point 你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的，是啦，肌肉狂闷了，给你 feel 一下那个感觉，给真实的感受，有点不舍得了呀。我也是。这里是放脚车的哦。走去那边，然后走下去。现在的状况就是，我们希望我们不会跌倒。它是有那个淘宝买的那个绑着脚的，所以没有这么滑。然后我的嘞是放在那个大的 bag 里面，然后没有，所以我就只好在原地等它。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滑的地上，啊，还又是一个斜坡。Oh my god！ 拜拜。我刚才 try to 自己要走下去是走不到的，寸步难行，真的太滑了。 Timberland 对于雪地来说是没有那么实际，没有那么实用。还有一个，小心小心，你慢慢走啊，下的时候啊。 OK， 真的很滑。 OK， let's go。 很滑，请注意啊，不滑了，抓黑手，你滑滑滑滑，哎呦，可以，灰姐抓住我。OK， 很滑很滑，像在溜冰这样。OK， 救命啊！下雪，下雪，超美的。去找我们的酒店 Hotel Cabana。 哇，你看它，真的超美。刚才是雪，现在变水了。对，它其实可能看不太清楚，哎，就是不懂它到底是雪还是雨。突然间有两车，因为这个是油站。
YouTuber 就是要练就成单手，一个手拿行推行李，另外一个手负责 vlog。OK， 真的好美哦！幸好是没有想象中冷呢，其实。因为现在我们在走着推着东西。好美，不行啊，会一直想要停下来啊。哦，看到了哦。耶 ！Oh my god， 超美，超美。超级美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酒店。哇，这边 OK， 真的是很滑哦，好滑好滑。卡巴纳到了，耶！卡巴纳好像没有电梯这样的。Welcome。啊 ，OK。We go to eat 什么 cheese fondue berry。然后，我们在几个人的地盘 cheese fondue。雪跟雨都停了。刚才我们从火车站出来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哦，八个聊很久。不能信那个 Google Map， 他叫你走的路，我觉得他正常路走，然后你走大路出来就没有这样挑战了，都没有人走这条路。是，确实是没有人，真的是很滑。站啊，周围都很虚站啊。水上空飞呀。直走是 first， 转右是 either。走这种，我就觉得那个淘宝的雪很重要，不然一定不该。Lunch with Izumi。雪贼面包，还有一个巨泡。牛也来，口感不错的。如果呢，with alcohol，所以你是闻得到那个酒的味道，它没有一个脚臭味，没有cheese的味道。其实很香，吃下去有酒的味道，cheese味道不重，反而是酒味。好吃，好吃。马铃薯就是马铃薯，没有很特别。这个装 mayonnaise 的东西是 ice cream 的饼干，可以吃的，超环保。差不多吃完，真的是好吃，推推。很怕你跟我说，怎么拍怎么美呀、啊？更厚的雪玩 ，OK， 要 build a snowman。
啊、OK。关照你。我们刚刚去问了这个 Swiss Ski School 的 Ski 的 lesson， 时间不是很赶，因为我们明天打算上稻米峰永包，它的lesson 是在下午，它是一点上，然后你十二点半就要回来了。那我们不想在稻米峰很赶，所以应该是不会。然后后天我们打算去 First 山，也是一样的情况，就是如果要回来上下午的那个 lesson 的话，会很赶，所以我们还没有 book 任何的东西，还在想。可是是要 try 的，一定要上一个 lesson。我们来这里这么久，一定要学 ski 的。其实看不到拍了什么。我要帮你拍吗？